都是女的收钱。然后我拉了几次，我经常打的，用那个按到那个地下那个脚，蹦蹦蹦，就是踹那个头，我操！打了几天两天又和好了。你要在国内的妈的和好，你想了没？那个女的，那个男的，真的拜拜，我走了，打完你不跟你在一起了。那个女的要求着他回来，你就我说他是功夫法还是什么呢？我操！应该对不对啊？我亲眼见的，我拉过几次架啊，很多啊，还有个那个叫什么小张阿张，我喊他几张，也是82年的，就他们一帮人，都全是本地人呢，都是离了婚的，那时候那经常我们喝去喊我去喝酒，都是他们给钱，但是认识我又不好下手，年纪又大，我又不喜欢。也是一样的，也都是被老公打了，打的都受不了了，家暴啊，打的受不了离婚了，知道？要不就是真的找了离了婚以后找了男朋友啊，也是都一样被打。越南男的就是这样子的。这个不是说个别，是很多，很多。看我们老婆做饭。看一下我老婆做饭了。你看当大爷的就这样子啊。我哥们哥们啊。跟了美金福。那撸một ngày luôn. Đúng không? Chị đi ra ngoài nó nốt đi, mình đi cả. Mùa xuyên, quấy quá rồi. Sáng sáng rồi đấy. Sáng rồi đấy. Nó cái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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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这网络卡这里网络卡，他我给他打掉嘛，他那个丈母娘小意思吗？我丈母娘跟老婆啊，丈母娘跟老婆、啊，这网络，哎，在房在这里怎么网络老是卡呢？这里也不卡了。